哈哈哈哈哈！
两点钟就开始表演，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，是在一个房间里，是在一个室内的。两点钟就开始表演，啊，然后我们一点半之前必须要排队，要排队。如果你要是在这里等，对，我会指示，那下面到时候会有很多的，那就等着。对，就反正现在这一片了，你就看我的衣服和T恤就行了。人两点半就会结束，然后呢，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去，大家现在就上去，然后呢。 他是上林弟子北京的必修之客。
形神兼备，这也是象棋拳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拳法。外练筋骨皮的气功真谛。